哎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到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们一起讨论一年级数学活动本下册第28以及29页的习题哦。你准备好了吗 ？Let's go。好，在第28页呢，我们看到有活动二，也就是关于星期的习题。好，我们来看 A 的这个部分哈，按星期的顺序啊，画箭头，然后带领鼠鹿呢过河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条河，有鳄鱼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看到这个鳄鱼背上呢，有写上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呢就要按照星期的顺序啊，就是从星期一开始一直到星期日，我们就可以帮助鼠鹿安全过河了。 OK， 所以第一个星期已经给你了哈，就是星期一。那接着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画箭头去星期几呢？也就是星期二。是的，我们来跳来这边星期二。那星期二了过后就是到星期三了，所以我们箭头又移过来这边星期三。那星期三过后就是星期四了。 OK， 那星期四过后就是星期五。 Alright， 那星期五过后呢就是星期六了。星期六最后一天就是星期日。是的，我们已经跳到星期日了，就可以过河了哈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星期的顺序呢画了箭头，就可以带领鼠鹿过河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看 B 部分的这一边，填一填今天是星期几。所以这个活动的答案呢是大家可以参考就可以了哈，因为每一个人答案都会不一样的哈。可能今天你看到这视频的时候是星期三，可能你看的视频的时候是星期二啊，我们不一定啊，所以大家可以根据啊你学校的老师给你的这个功课啊，你可以看一看当天是星期几，可以吗？好，例如我这边给一个例子给大家参考了哈，所以这个答案是仅供参考哈，不一定是100%一样的。 OK， 每一个人不一样答案的哈。好，我们看一看，今天是星期，好像现在是星期二的话，我就写星期二。OK， 那星期二，它第二题就问我们了，昨天啊，就是说今天是星期二嘛，对不对？那昨天就是前一天是星期几呢？昨天呢就是星期一啊，我就写上星期一。OK， 那今天是星期二，明天就是星期几呢？哈，所以今天星期二，明天就是星期三了。OK， 所以我就可以写明天是星期三啊，我可以这样子写下去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，哎，今天是星期二的话，昨天就是星期一，明天呢就是星期三了，可以吗？好，那第四、第五题呢，也是大家可以根据你的学校的时间表哦来填写的。那第四题，星期一的第一节课是什么呢？是什么节？所以大多数星期一的第一节课啊，很多学校大多数是周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放一个周会哦。可能你的学校是不一样啊，可能你的时间表是体育节啊，可能是马来文节哦，可能是华文节啊。大家根据你的时间表写下去 ，OK 啊，所以不是抄答案啊，这个只是给大家参考好了。Alright， 好，那星期四第二节课是啊，所以大家看一看你的时间表，星期四的时候第二节课是什么呢？啊，假如是我这边的话呢，它是体育节，所以我就写体育节耶。Yeah， 很多人喜欢体育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大家根据你的时间表然后填写这个答案的。 OK， 所以这里的答案呢是仅供大家参考吧的哈。好，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页，就是29页的活动三，是有关月份了啊。所以一年是有12个月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看看 A 部分这边，顺序走完12个月份就可以帮小兔找到胡萝卜了啊，所以兔子要去找他喜欢吃的食物，也就是胡萝卜。所以我们要帮助他找到他喜欢的胡萝卜，我们就要顺序走完这12个月份就可以了哈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箭头呢是这里开始的。 OK， 所以我们每一年的第一个月份呢就是一月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到了，哎，有一月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么一月过后就是二月。 OK， 那二月过后呢就是三月了。 OK， 那三月了过后就到四月。哎，这边有左右，到底是哪一个呢？啊，我们就要走左边这个，不然我们走右边的四月的话，哎，这边是死路了，就不能到达胡萝卜那边了。好，那四月过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去到五月了。 OK， 那五月过后就到六月啊，到六月这边又分岔路了，要找七月。哎，要左边的这个还是右边的呢？啊，
来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哎，右边的七月这边是死路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能选它了啊，我们就可以选左边的这个七月。七月过后就到八月，哎，是下面这一边还是上面这一边的呢？当然是上方这一边了，因为下面这边呢就已经是死路了，我们不能去找到胡萝卜哈。好，那八月了过后，我们就找九月 ，OK， 找到九月了，就到十月了 ，Yes， 十月过后剩下两个月，也就是十一月啊，十一月过后就到十二月 ，Yes， 我们成功找完了十二个月份，顺序找完了，我们就可以找到胡萝卜了，可以吗？啊，我们就是沿着这个路线呢，啊，帮助这个小兔找到它的胡萝卜。所以这个功课呢，大家可以看一看哦，参考一下，看看你老师是要求你画线，还是要你上色的哦。可能有的学校的老师是要求你涂上颜色啊，你就可以上色啊，可以跟着这样颜色，然后走完它的这个路线。OK 啊，例如啦哈，这个是例子啦，所以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路线的哦。所以根据你学校的老师看看。他是要求你是画线呢，还是要读原则呢，还是什么呢？好吧，啊，所以这边是仅供大家参考啦哈。好，那 B 部分这边呢，我们就要写一写咯。这一个部分也是一样哦，只是仅供参考呢。大家是根据自己啊，根据自己的生日月份，还有你的朋友的名字，你朋友的生日月份是几时啊，你就写下去。哦，所以这边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，OK。所以这边呢，他问哦，我的生日是在哦，我的生日是十一月，所以我就写十一月咯，啊，我的生日在十一月。那假如你的生日是九月的话，你就写九月；假如你生日是一月的话，啊，你就写一月，好不好？那他接下来就问，哎，我的朋友是，所以你朋友是谁？你就写出他的名字哦。可能我的朋友是哦曾燕瑞，我就写上哦曾燕瑞他的名字。所以你写你朋友的名字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不一定要抄这个啊，所以你写你朋友的名字。我想大家应该懂怎样写你朋友的名字吧，对不对？哦，又是好朋友哎 ，OK。那你的朋友他生日是在什么月份呢？啊，所以这边我可以写他的生日是在啊，假如他是十二月的，我就写他十二月咯。啊，假如他是三月的，你就可以写他三月咯，可以吗？啊，所以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哈，哦，但是是根据你自己的朋友的资料，还有你自己的生日月份，你把它填写下去，可以吗？就是那么简单哈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有关一年级数学活动本下册第28以及29页的习题讨论啦。你学到了吗？既然成功学到的话，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，好让更多人一起学到。也别忘了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以手做我们最新的学习影片。那想要学到更多朋友呢，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官方网站。就这样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